山西乡山西村口处的产业道路，有当地民众向乡民代表陈志燕陈情，表示讲这个所在农田无建设挡土墙，这道路不堪车辆到来到去，出现必须破损的状况，影响用路安全。山西当地乡亲反映，口处的产业道路因为一边无兴建挡土墙，路面长期和车辆安尼搞来搞去，出现被溃破损的情况，影响用路安全。因为路面它一直崩塌啊，所以是不是拜托公所来跟对面一样做一个挡土墙，不要让这个路面一直崩塌，然后影响乡民在这边进出的危险问题。啊，咱伫口处遮这个农路吼，那么有一边伊无挡土墙，那所以有一挂路面塌方的情形吼，啊，真严重，啊，会影响到咱将来做穿。民伫咧使用这道路上会有危险，所以咱今仔活动吼，咱建设科来甲现场来会勘，啊，咱也是大家想办法咯，来甲做起来做好，较袂好，咱村民啊咧出入会当，互因较安全咧。山西乡长苏伟俊26号前往现场会勘，研究中心施作挡土墙，避免土沙一直崩落，造成路面下陷破损，提升当地用路人的通行安全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山西采访报道。